今天试一下新滑杆，碳纤维的握把护式轮座，手把节护式导环，36吨碳布，交叉碳带缠绕，干烧玻璃纤维材质，16个前超薄陶瓷环，1.6米长，28调性，2号铅釉钩，2号碳线，通钩线组。7克铅坠，饵料还是用蟹膏。挂了挂了，应该是挂到鲍鱼笼了。看到鱼了，还好有挂丝手绳，不然心肝第一天就打窝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好一点的杆比较容易打窝。